台电将伫口湖乡的大竹村进行海底电缆的工程，施工的过程将会影响到大面积的鱼啊放养，造成鱼农的损失。经过鱼农的抗争，台电提出补偿鱼苗损失办法。不过，涉及伫个口湖乡的鱼农，一个鱼苗补偿大约是23万，若毋是口湖乡的鱼农，竟然才只有大约18000。针对着这种无公平的对待，今仔日权益受损的鱼农也联合起来向台电来订情，要求台电重视因的权益。台电要为口湖牵海底电缆到平湖，为着补偿鱼农的损失，有开过6处的协调会。但是这阵不是靠乌乡这边乌龙，唔捌接过公文还是通知，参加过会议。今仔日台电特别派人下乡来说明这件工程的内容，权益受损的乌龙趁这个机会，正式向台电来申请。啊，伫有这渔业权的哦，按照阮的经验差大哦很侪啊，到底阮大细跩吼，跩经验是走去倒去啊？为什么差别那么大？一样是专用渔业权，那整个海岸线其实上面也没有再分所谓的涉及哪里，也没有个所谓的交界站，这样理赔非常不合理，而且是一次就要我们停止4年。那我们换算过来，我们一条科啊，平均赔偿不到2块钱。河口伫口湖乡的鱼农一个鱼苗补偿大约23万，但是这阵不是口湖乡的鱼农，一个鱼苗才补偿18000，连听工钱都无够，非常的不公平。啊，阮拢伫遐生活20几年啊，所以要叫阮走，啊，佫4年袂使放养，一个盆价无18000，干那迄个造价吼，就不止18000了。这阵毋是靠乌乡的鱼农，虽然人数真少，但是因长期伫靠乌乡来放养鱼啊，而且鱼苗的面积占了时间范围内的80%，因即处联合起来要要求台电重视因的权益。其实阮迄个咧经营的吼，是已经算。数十年的时间咯，唔是讲今仔听台电，伊要来施工，啊，阮才去啊放养，啊，才要唔忙台电来甲阮赔偿。为着这阵鱼农的权益，李伟老建工嘛派服务处的副主任出面来关心，并且要求台电重视因的权益。他们在之前很多的这一种说明会，还是公听会，台西这边的这些渔民吼，也没有被告知邀请来参与，然后。一直到他们最近要施工了，才通知他们说：“欸，来领补偿费。”我觉得这个政府这样子的做法是真的是非常糟糕了。代表台电下乡说明的科长陈信宏表示，鱼农的心声甲诉求，因会早登去向台电的高层来反映。这次因理性来陈情，希望台电重视因的权益。记者黄荣坤采访报道。